对对，好听。什么意思啊？就是吴大师 BB， 他姓吴叫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喂，你们在干嘛？在笑？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喂，你有点。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就桃山隧道的意思，桃山隧道的意思。大哥，那个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哈，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叫干尼干尼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波波手，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他们黑波波手，他们黑波波手，哎，好，蛮欢迎苏巴来，谢谢啊。加油！加油！加油！恭喜的年轻人是这样子，如果要再喝，加油！你喝到底，起龙加油！起龙，是吧？加油！加油！加油！Thank you.
谢谢年轻人。还有没有要献一首歌给我们新人祝福？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你现在别人在照相，你拍他们干什么？对不对？人家是有肖像权的、啊。OK， 谢谢你。公开活动讲了吗？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哪些人不能摄影。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我们可以主张，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香港交代你，谢谢你。香港交代我是裁判，我是会场管理，你可以针对我。你终于要我要管理交代吗？不是，我是会场管理，我用我的管理的权。大会报告，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海端乡、卓溪乡、海端乡以及延平乡。大家都不要为难，好吗？可以吗？画面够了吧？好，现在进入最后一圈。对不起，我们禁止你拍摄。大会报告，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警察，我不会找警察，这是我们的场地，这是我们的场地，我们禁止你摄影，请离开。对不起，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香港交代的是不是？不是，不是香港交代，一点。大会报告。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社男组800公尺的决赛。你为什么不能摄影？介绍到此。我们有权利。第一道信义乡。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都有延平乡，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啊。第三道，我不晓得我们这么会卓溪乡，好吗？第四道，大家互相。桃园区，这不是自由。第五道。桃园区，我们大会，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我来。海端乡，第八道，卓溪乡，谢谢你，好吗？大家一起帮忙。李先生，你到底要怎么样？不是，我现在要摄影怎么了？你现在如果好，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我没看到你，就算，好吗？我先生的香蕉很好吃，哦、香蕉很大。Inak banana no bumbung masal kau no. Oh, masal kau no. Oh, banana. 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大。我懂。Inak banana no bumbung madai. Madai, madai, madai. 那有的太熟了。我先生的香蕉，我先生的香蕉软软的。啊，masal kau no. Inak banana no bumbung madai pokin.耶、yeah! 哎呀哎呀哎呀我先说什么事情有梦
啊、你去各个原住民的活动拍了影片，然后上传以后，底下里面全都是负面偏激字。啊，那个字是你写的吗？还是不是？别人写我，应该不是。别人写你的，你就这样所作所为啊！你拍了影片，然后说你去秀林国中拍他们运动会影片，然后说全部都是什么酒鬼毒娃，什么鬼？那跟影片有关系吗？你做的啊？两边夹击是另外的事情。有一些叫那个频道是不是你的吧？是我频道怎么了吗？所以频道是你的，影片是你上传的，那影片是你做的吗？你现在有什么事情？就是为什么这样乱报道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啊，难道是为了什么事情？人家你应该是为了什么事情？你一个录影看是不是？你那影片我有在录影啊，为了什么事情？你这样弄对吗？为了什么事情？你只是讲是为了什么事情，这样对了吗？你这样对吗？这些是干嘛？你想看闹什么？在我们这里是干嘛？你一句话是为了这个，为了什么事情？不要假信息了，好不好？不要在我们村里出现了。我这样回来，我看到你看看，你一个试试看哈。还乱笑。你们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们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们没有告诉你吗？你是超级吗？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们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们没有告诉你吗？你是超级棒。